苏焕仪前议长洪甲新出身嘉义县义德乡，为着纪念家乡的温柔，无偿捐出阿祖洪盘先生兴建已经116栋的历史祖厝，以及个人的藏书著作等等文物。义德乡公所整修规划开放作为学子读册、学习等等的活动空间。以洪甲新父亲过去开设中药房的灯号尊德堂来命名。今日上午由县长张良、立委洪重金、基地乡长黄阿嘉、县议员黄金宝等人陪同洪甲新甲白启勇。苏焕仪前院长洪甲新出身嘉义县义德乡，为感念家乡温玉，无偿捐出太祖王盘先生兴建已经116年的历史祖厝以及个人藏书。著作和文物，义德乡公所修建规划开放予学子自修学习活动空间。敬重义德乡各个地方啊，因为地真大，我真感谢哦。那么义德写各个亲情合作，各个帮忙哦，我应付是啊真。南英桑子那是人家倒沙缸，以前我都去读册。哎，再当去读册。算啦，这个是很大的转捩点啦，所以我都继续读册。我无考试啦，啊，那对对手我嘛最强。所以我妈伊的成功不是偶然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阮老爸一代是讲啥，院长给阮老爸一代什么感慨？啊，阮老爸一代人大家拢教是囡仔，就是用王院长的故事咧教是囡仔，就是爱好啊读册。啊，我感觉讲春德堂起码给咱落成吼，我感觉王院长不是影响，只是我们这一代人，他将世世代代影响所有伊的人，伊唔记得所在会当关出来，然后必做是所有伊的人的典范。我想不是魔幻而已哈，王院长已经变成彝族人的典范。那大家知道，实际上要是变成典范是很不容易哈。所以我妈院长安尼告诉几回哈，啊，充满着感恩，而且家里那有成就，啊，好干嘛好了，大家讲伊就出高人，就是为王院长开始的哈。所以彝族跟王院长的关系是完全紧密结合在一起。那伊的人因为有王院长嘛，干嘛重民主。那翁院长也非常感恩彝族人，都跟他讲华语哈，跟他当地这个受灾，啊，然后院长华语噶呢哈，啊来从伊的古厝，啊把它捐出来变成啊纯德堂，啊然后用老辈东西归汉流房的名哈。明明洪甲新父亲过去开设中药房，当好尊德堂命名。今仔日上午是由县长翁章良、李伟洪重金、义德乡长黄阿嘉、县议员黄金宝等人陪同洪甲新来结拜启用。啊，我着保留三合院的迄个形、迄个样貌吼。啊，里面有规划三个空间，就是有一个住息空间，还有阅读空间，还有展览空间吼。啊，就让我们的义族的小朋友可以在这边休息展览文化啊。秉承我们那个翁院长伊个学习精神哈。馆长翁章良表示，洪甲新影响的唔是干那咱这代人，伊关键做出并建筑规划安尼个空间，伊讲是义德人的典范。关键以后的产权归义德乡公所所有，公所保留三合院的样貌，内底规划活脱主席。展览空间让义德学子感受洪甲新的学习精神，未来空间也会开放乡亲使用办活动。陕西新闻蔡明东，义德乡采访报道。